航母的电磁弹射机组是在水平方向把一个30几吨的飞机往水平方向弹射，我们这个电磁弹射实际上是把一个实验舱体通过垂直方向的那个加速，把实验舱体加速到20米每秒，然后实现一个那个上抛和下落的过程的控制，实现整个地基的微重力的一个模拟。